石头塘村。这次调查，我正好赶上张家后人回到老家祠堂，在充满仪式感的礼节中祭拜祖先。九年春好喜，好岁，地主开始，福一元。祭祖之后的家宴，是这个大家庭难得的相聚。由张九龄第43世孙张细民和他的儿子张海星掌厨，大多数家族同胞都外出谋生，而这父子和沈泽留在老家经营农家院，方便照看祠堂。